处里面你安排着吧，帮助你们料理后事。今天部里头专家团要来开备案会，我钟处长、齐局长都过不去了，实在对不起。处长，这个会议我一定要参加，我爹一定要参加这个会议。犯罪分子逃跑路线在哪里？完了，飞机逃跑路线以后，带着你开始打倒敌人，到最后失踪有1000米。这是因为犯罪分子从那跑来以后嘛，保安在后边看着有抢劫犯，就从这个锅炉房里。有口没口？当时就是个前锅口，就从这前锅口下去。当时这里有好多垃圾呢。因为这一帮子人兵。这个比较高，这上面要跳下来，像过眼镜，他的眼镜啊，第二天上午，专家代表团前往石河子，查看另外两处现场。见到的两个修包人，其中有一个外地人，对，你听他说话像他吗？包是不是这样子？对，像他说话啊，像他说话很好听。Thank you.
年跑多少路？跑了400多。400多。这是不来新疆不知道啊。在这个地方报案子，不知有多少时间都耗在路上。他们真是不容易。这不算远的，从这个南疆的叶城到北疆的阿勒泰，比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还远呢。在新疆这个地方报案子，路都跑不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情况，都汇总一下。就这么件事儿，不知道与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关系？你先说说吧。前不久，我们接到马勒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个协查通报，他们县公安局那个县白五岔镇吧，那个副镇长叫季江的，他一个堂弟叫季平，7月29号。骑了一辆摩托车出去失踪了。8月20号呢，北五岔镇派出所那个民警发现了这辆摩托车。这摩托车从哪来的？这是我自己的。你自己的？啊。车胎也没气，满车都是水，这么脏，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这摩托车今年7月29日已经丢失了，车主已经报了案。你这个摩托车到底怎么弄到手的？这是我捡的。捡的？一辆摩托车就这么容易捡？真是捡的。今天下午我们俩到嘉河子柑渠去摸鱼，我也没想到摸到一辆摩托车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失踪人季平被他害的可能性比较大。从现场情况分析，好像不像一般的独裁害命，很可能是抢劫了摩托车作为作案工具，然后销毁证据。我们认为与八八案件有关系。还有一个情况我想说一下，这个捡到贺志斌执行证这个女工啊，我们最近找到了。前一段时间他为什么躲着我们不见我们了？主要是害怕我们把他当成凶手。这个根据他提供的情况，他这个执行证啊是在石库山中学啊大院里头垃圾箱那捡到的。这个根据我们调查情况来看呢，何志斌这个执行证啊就不可能到那个位置，不可能到那个位置。这个当然了，在那个位置上发现了何学斌的这个执行证啊，这是很可疑了，啊，我们想呢，这个路人啊捡到了以后，扔到那可能性也有，但是另一种可能呢，就是犯罪分子啊作案以后，啊，在现场上拿到何学斌的执行证，路过这里头啊。无意识的扔到那里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两个情况都很重要，可以作为重要的线索提到会上去。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奎屯市公安局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5月下旬奎屯市南郊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件。由于在现场呢没有提取到弹壳，所以奎屯市公安局迟迟没有定案。最近我们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挖掘线索，这个情况才报上来。但据当时的两位民警反映，这个两名歹徒一高一矮两个人，这个跟从这个外貌体征跟这个系列枪案的犯罪嫌疑人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个证据啊不够确凿，因此呢并案也有点勉强一些，所以这个情况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啊，不要干扰会议的这个主要思路。岳长峰局长带来了北京消息，这个案件
是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注的案件，公安部也把它列为了97中国第一刑侦大案。1997年8月27日，公安部五局在新疆召开经济新系列枪案侦查工作协调会，与会专家在九起案件的并案、侦查方向、犯罪嫌疑人的刻画上达成一致意见。发生在北京、河北、新疆的这九起重大恶性案件系同一伙人所为，应予并案侦查。并案后应以两名犯罪嫌疑人开展稽查工作，一名应是北京人，一名应是新疆本地人。据此需要重点摸排三种人：一、与北京、新疆两地有联系的人；二、严打以来的北京调犯；三、有服役时或受过军事训练、接触并能熟练使用军用枪支的人员。与会者一致认为，北京和新疆两个方面重点在新疆，新疆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两地重点在石河子，石河子的东府城、北野镇、石户滩重点在石户滩，石户滩是重中之重。三地的侦查工作由三地公安厅局组织协调，三地之间以及和其他省区有关的侦查工作由公安部五局协调。并案会开得非常成功啊，并案依据扎实，北京啊和全国的专家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跟岳长风说，像这样一个大案，像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我们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格局，这正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吧。北京、新疆确实相距很遥远，但只要一并案，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缩小了时间差。犯罪分子很难想象，他所有的行踪已经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捕获他只是个时间问题。张先生，你讲的真好啊。哎，老公，我这可不是溜须啊。这厅长的水平嘛。张厅，这个新疆方面的这个指挥机关的人单已经拟定出来了。那个兵团公安局的穆海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陈立壮、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安长顺，他们参加指挥工作。下边设三个工作组，访问调查组由薛兆祥和齐占军负责，物证调查组啊由钟毅和韩先立负责，重点线索调查组由乔洪涛和周宝龙负责，上边的这个具体工作由我抓走，大的决策还得由您挂帅了。我就别挂这名了。老卢啊，你就代表我，代表厅党委，对这个案子全面负责吧。关师傅，徐啊，是我。啊，老杨，关师傅，谢谢。今天找你有点事儿，想了解一下，这是我们磨川新军队的江探长。好，你好，请坐。关师傅，今天我们想问一下，听说你们家里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因为这回事有，女的不是北京人，四川人，他们是两口子。他们现在在不在？他们早都搬出去了，他们在外面租了房子，都好几个月了。他们搬哪去住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反正他们没搬远，还在咱们这石湖滩。
那现在谁知道他们住哪里？哎呀，田明知道。关天明呢？他们都搬过去一块住，回来的时候不多。哦，那谁知道地方？这没人知道，也许田雄知道。哎，你们可是跟你姐姐？这几天没见，没见。嗯，他朋友在哪里？他朋友就在这儿，就这来。啊，他哥哥关天鹏你认识？认识啊。跟他在一块的还有一个北京人，还有一个四川女的，他们三个经常在这吃烤肉。哎，8月19号、20号你见过他们？见过。那天下午我们一块儿在审过那个翁奇那个案子，他们三个都在吗？都在。那个北京人说了，什么人这么大胆，大白天还敢杀人？我当时还跟他争了两句，他在这边不能待了。我说那这样挺太平的，只是个别现象嘛。姜伟年等人在查找白宝山、关天明下落的同时，昌吉州富康市公安局接到举报，在天池风景区发现了一具无名尸。喂，秦甲。公安局啊。啊，甲。是这个四川丁科长吗？哎，是我。哎，你好，丁科长。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们这儿呢，在这个天池风景区啊，发现了一具无名尸。无名尸？对。什么情况？是枪杀的。枪杀的，依据是什么？这个我们在这个现场找到弹壳了。找到弹壳了，什么枪？是五四手枪。五四式手枪。你们立即把弹壳送到公安厅来检验。嗯，好好好。这个我什么时间要？现在，越快越好。好好，我想办法送到。哎，那个老弟啊，我问一下，这咱们这案子会不会和这个8月15日？很有可能啊，咱们那个8月8号石河子一个枪杀咱们一个干警，抢了一支五四手枪的案子，你知道吧？我好像听他们说过。所以说你赶快把弹壳送来，好吗？行行，那我抓紧时间啊。哎，好，那这样尽快啊。哎，好，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好。喂，厅长秘书吗？请问陆厅长在不在？哦，准备去石河子。好好好，我马上，我给他打手机。好嘞好嘞。哎，陆厅长，我是金明啊，有个情况给你报告一下。富康天池风景区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天池发现无名尸？是男尸。他们初步勘察现场像是枪打死的，现场找到弹壳了，是五四弹壳。这样啊，你马上通知富康市公安局，叫他们立即把子弹的弹壳送到厅里进行鉴定，看看跟石盒子被抢的贺斯斌的手枪有没有什么联系。如果能对上，你通知战军和洪涛，叫他们准备出现场。我已经让他们立即把弹壳送公安厅了。好，好，那这样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报告。对啊，嗯，富康天池有情况，看来我们得先到天池跑一趟。走走去。
来就开始，赶快看他警察，来来快快走，快快快，我们集合了呀啊！把正面照看。8月28号，我们有两个哈萨克牧民呢，到那个下面去找马去了。找马去了，过来以后嘛，走到这个就是阿巴基草原这个下面这个山坡地方呢，看见有一个人在那躺着呢。当时嘛，他们也没有管闲事情。完了后面他们继续下去找马去。哎，老板，这个。Ne oldu? Anaya bir adam yukta bize duruyor önce. Yok yukta yukta ama neyim rahatım istedim. Çık ne yapacağız o? Ma zahı ama cüfen huleye yukuma zırın. Hadi de tuhan. Allah'ım. Sen Allah'ım. Vay, raba yakadan hali, hali zaten özü, koz kılmak durdu. Kötkülü etti. Dura, akval bol kanak çöydü. Ha, ha. Kötkülü etti, kötkülü. Hayır abi, bu nezirde bir adam öldürüp başlıyor onu. Yürüttün mü bırak? Ha? Tanrı Amerika mı? Bu kaysıp diyoruz, kansıma, kazak koy vurma. Tanrı Amerika. Yürüttün başlıyor onu. Oy onu tezlik sakçı var ya. Şu fukan kalak sakçı da buraya gidiyor. Bu an sıcağın 8月29日. Bu kadar hır tınbağ işe ha. 今天上午福康公安局他们把现场的弹壳送到自治区公安厅技术处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证明子弹是从被抢的贺志斌的54式手枪射出的，因此天池这起无名尸案正式并入97系的枪案。从北京第一起案件算起，这已经是第10起了。看看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我谈点看法啊。这些案件呢，很可能是犯罪分子在乌鲁木齐作案以后，因为分赃不均或其他原因，啊，杀人灭口，进行火拼。另外呢，他毁容，主要是怕我们公安机关查清死者的身份，说明什么呢？说明罪犯和这个死者啊关系很密切。一旦我们查清楚死者的身份，同时你知道吗？把罪犯也暴露。这个案子比较清楚，在这个尸体上方的100米处的山坡上发现了弹壳，而这个尸体的一只鞋就丢在了63米处的这个山梁上，这就说明这个凶手啊在作案的时候是在这个跑动中进行的。这就证明了两点哈，这第一呢，这个凶手与这个被害人是很熟的；第二呢，这个凶手是不遗余力，不把对方打死不罢休，这就完全符合就是内部火拼杀人灭口的特征。这个赞军呢，他们的验尸报告表明啊，就是被害人身中2枪，其中一枪呢就是打中这个臀部，还有一枪呢是从这个背后打入，击穿这个心脏。此外呢，就是被害人的头颅啊好像是有被这个钝器就击中的这个就痕迹，就造成了这个头颅塌陷性骨折。对，是这样。咱们这起案子与北京的331、332案的作案手法是一致的。在那起案件中呢，凶手呢是用铁棍袭击哨兵的头部，这个犯罪分子啊在跑动中开枪，而且呢用手枪直接打中这个就心脏。与北京的案子也是很相似的，这个案子就说明啊，这个很可能是这个北京人打死了这个新疆人。没错，就是这个案子。哎，
陈局，你有什么看法？我和纯阳碰过了，我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我补充一点，行。819案件呢，两个案犯，一个呢穷凶极恶，另一个呢一枪未发，这说明呢他们呢从心理素质上还作案前的准备及他方面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呢这为日后他们火拼呀埋下了伏笔。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看法。我觉得吧，火拼的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现场上尸体情况怎么样？他尸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死者的上半身呢和面部啊都让汽油焚烧了，尤其是面部正面面部左侧呢焚烧已经碳化，但从尸体整体情况来看呢还存在着这个辨认条件。这个死者呢身高1.72米，尖下巴偏瘦，他的牙齿特征比较突出，门牙比较大，而且上颌的第四颗呢是个包金牙，左手的这个指纹呢还行，这个右手指纹呢条件比较差一些。从这个现场遗留物上来看呢，他一只布鞋呢在死者脚上穿着呢，他另外一只布鞋呢距离尸体呢有63米远，布鞋比较新，而且鞋底上呢没有多少泥。另外就是在从现场上提取了4枚啊5.40手枪弹壳，而且及1枚抽弹。他这个尸体虽然焚烧了呢，但是身子底下呢压着很多这个衣服的这个碎片。另外在现场上呢还提取了一个这个蛋糕皮，蛋糕皮上的可以看出呢是阜康食品厂8月24号出品的。情况就是这些，死者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牙齿，为我们辨认尸源呢提供了很好条件。尸体整容难度大不大？眼睛特征的恢复这个比较困难。喂，张店长，现场勘查基本结束了。准备把尸体运回去进一步解剖。刚才大家议了一下，一致认为有可能是内部火拼。你说是北京人杀了新疆人？对，我也是这么看的。我现在不能说。尸体的面目还可以辨认，准备发原始照片和协查通报。整容的事我再考虑考虑。好，详细情况回去我再向你汇报。那样啊，整容就不必了，咱们就发原始照片。金明，你马上拟定一份协查通报，另外通知拍照的同志尽快把照片洗出来，多洗几张备用，最后用哪张我来定。好，我立即安排，马上就办。陆厅长，这协查通报的事儿已经办好了。好。我提个问题啊，犯罪嫌疑人选择在天池风景区杀人，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具有价值的东西？天池现场啊，给我们提了一个课题。大家都知道，819犯罪分子在边疆宾馆作案之后，一直没有露面。这里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仍然潜伏在乌鲁木齐，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已经逃离出来了。那么根据现场的情况和牧民的回忆，这个吴明石死亡的时间应该是8月26号中午。那么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819边疆宾馆案子发生之后，一直到8月26号，这个中间整整有7天的时间。那么这7天的时间，这犯罪分子隐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有第二藏身地？我觉得值得研究。天池无名尸发现以后呢，我们对天池
都进行了调查，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调查，并对富康的这个宾馆旅店也都进行了清查，没有发现可疑情况。陆卡情况怎么样？819案件发生以后呢，我们按照区厅的部署，在富康主要路口呢都设了卡点，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检查，并且派了武装巡逻车对一些主要的地段进行盘查和检查。要这样的话，犯罪嫌疑人携带枪支和巨款就很难通过了。应该是无法通过的。那个啊，这又回到原来问题上来了。犯罪嫌疑人选择在天池风景区杀人灭口，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富康地区有没有第二藏身地？不能排除这个可能。不过呢，从犯罪分子活动的情况来看，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涉及到富康地区。从7588两起持枪案件来说，犯罪分子一直没有在富康出现过，说明他们活动的地点不在富康。第二呢，他每次作案呢都非常周密，因此我推断犯罪分子在天池杀人灭口，偶然的可能性大一些。可以做两种假设。第一呢，他专程来富康，主要目的是杀人灭口。第二呢，富康作为另一处秘密藏身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杀人灭口。即使这样分析，第二种可能性也勉强些。现在又出了个第三现场，对方给我们摆了一个奇形大阵呢。石河子、乌鲁木齐、富康，我的意见，石河子仍然是重点。专家会上确定的总体作战方案不变。警察同志，有什么事？我们先明白一个情况。你先请坐。有什么事跟我说吧。王某，办一个情况。前两天半夜，有一男一女要住宿。那个男的特别凶，我丈夫不让他住。他说要打死王某，是吧？就是。最后我出去放的狗，邀他们，他们才走的，对吧？对。这是哪天的事？前天，是前天吧？就是前天。警察同志，我昨天听到了枪声，就在那个树林子里面。你能够听到枪声？哎，警察同志，我昨天晚上在那个哈雄沟那个树林子发现火光，那个火嘛比较大。我白天嘛骑着嘛过去一看啊，这个房子大的一个大树被火烧到了。啊，陆警长，有个情况反映一下。刚才根据哈萨克牧民群众的反映呢，在天池风景区发生了许多可疑迹象，我们请求警力支援，准备对马崖山和哈西沟一带呢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山行动。我觉得这很好。孟局长，周里有什么安排？我们马上组织警力。好，这个搜山工作你们根据情况安排就是了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大规模的搜山于次日凌晨进行，昌吉州公安局、米泉市公安局、富康市公安局抽调警力160余人，在武警及警犬队的配合下，分两路对哈雄沟、马崖山、杆山由下向上进行搜索。由于时间紧迫，多数集合的队伍均没有吃到早饭，160人仅有6人带了食品，他们却在深山老林中整整搜索了一整天。条件极为艰苦，但军警人员表现出了昂扬的斗志。
这只羊，继续搜查。团长室同志，一组没发现异常情况，请示。扫视。是。是。参谋长同志，二小组没发现异常情况，请指示。扫视。是。扫视。参谋长同志，三组未发现异常情况，请示。扫视。是。扫视。参谋同志，四小组没发现情况，请指示。扫视。是。不是，参谋同志，第五组没有发现情况，请指示。当日下午，搜山队伍在雪线之上汇合，排除了犯罪分子隐藏在山地草原的可能性。然而，天池无名尸案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件锐利武器，这就是协查通报和尸体照片。等一会儿。喂，毛病大不大？一会儿你好。来来来来，快出来站着。走着。什么建筑啊？是不是烽火台啊？对啊，唐朝的烽火台。这边疆发生动乱的时候，遭到彝族侵犯，向长安传报军情啊。太平盛世的时候，传报平安。我看这边还有吧，烽火台村。这看到是烽火台啊，真有到边疆的感觉。嘿，这本来就是边疆嘛。哎，陆厅长，哎，你到新疆多少年了？我是五六年当公安兵过来的，四十年。哦。一年了，也算是宿边的老兵了。这边疆的安定一直是中央领导挂念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作为我们这级领导，就一个主导思想，搞好边境的安定，不给中央添乱。张明厅长也讲过这样的话。哎，哎，金明，你还记得吊弹的事吧？记得。当时我不同意，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立足于本地区解决问题，不要事事都惊动中央。中央既然把我们放到这儿，就是相信我们会把边疆的事情办好。你的心情，我当时就很理解。哎。
玉初啊，你看现在都8点多了，太阳还老高的呢。哎呦，真是啊！新疆这个地方是咱们国家日落最晚的地方，只有太阳从这落下去了，我们国家才算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这一天呢。1个月30天，1年365天，天天如此吧。这也是我们边疆干部多年养成的习惯，这西部要是安定了，这么好的发展环境，平平安安再干上它几十年，这新疆就不得了了。陆厅，你把党课搬到这烽火台来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看着这古人留下的足迹，也就思量了我们自己该做的事了。哦，陆厅的意思我明白了，其实我们就是党中央放在西部的烽火台，给国家报平安信的。你只说对了一半啊，我们是活人，不仅要报平安信儿，还要把边疆的事情办好。自古以来，有多少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留下的这种精神还在，有我们在，就永远不要让这些烽火台再冒出烟来。诗兴大发呀，都快成为诗人了。为了不让咱们边疆的烽火台冒烟，咱们还是走吧。走，你看车都修好了，走。走，这什么意思嘛？搞案子嘛，两地分工要明确嘛。这个乌鲁木齐的侦查工作，由乌鲁木齐使公安局去搞去嘛。我们这里侦查工作，由石河子使公安局的同志去搞。你现在派乌鲁木齐的同志到石河子来搞案子，是不是对我们不相信呢？看我们没人，对局长，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